三清堂的大爷。谁？杨慧珊是台湾家喻户晓的演员，被公认为当时的功夫女星。在表演的过程里，她常常被数十个一万瓦的水银灯聚焦着，在那样的热度下，练就她表演的感染力，对人生的态度，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认识。表演丰富了杨慧珊的想象力、观察力和创造力，也造就了她对极致表现的固执。不断尝试挑战创作的极限，甚至是生命的极限。从影技精湛的影后蜕变成华人流利艺术第一人，在1400度高温的窑炉里，燃烧的不只是琉璃，更是杨慧珊源源不绝的创作热情及生命力。用琉璃材质去呈现生命中的谦卑与悲悯。杨慧珊的花放到很大很大，深信一朵花是一个世界，以花作为关照生命的方式，也成为她的情感依托。经常被问到为什么喜欢以佛像做主题，我想人的生命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安，有生老病死的不安，有贪嗔痴的不安，求不得的不安。而对我自己，我更大的疑惑是对爱的不安。所以在创作的佛像过程里，就算是创作一个最简单的佛像，我都必须去揣摩他的慈悲跟智慧。而长时间在这样的思绪里，我觉得他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宁静。所以我从来没有当创作佛像是单纯的艺术活动，我当它是我生命的学习。1998年，杨慧珊选择复住法诠释东方哲学的内涵，法相、气泡若有似无的空间，创作中饱含他面对生命的态度，无常、当下即是，意志坚决拥抱积极的人生。将玻璃的特质与个人的人生阅历结合，让玻璃艺术充满一种东方的、生命的、形而上学的哲思。这是艺术创作和真实生命的奇特结合。某天清晨，杨慧珊的左耳突然失聪，生命的失序让她失去了对空间的判断。煎熬里，艺术家选择将这样的状态转化为创作，琉璃成为一种人间学习。
从1987年杨惠山雕塑第一尊佛头开始，雕塑成为他的生命。一米、两米、五米、一年、两年、十八年，不停止创作，不断的突破，不断的折磨自己。2011年底，杨惠山连续工作一个多月，每天只睡三小时，创作高达五米的千手千眼观音，奉纳台湾佛光山。青云法师感动地称赞杨惠山是雕塑佛像世界第一人。会跟不会，要跟不要，我觉得这中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学习，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从不会开始的呀。那问题是踏出去那个第一步，那个开始是很重要的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就是，你相信你就会看得到。124部电影，124种人生，12年的从影经历，26年的流离创作，38年的人间探索，从影后到流离艺术大师，